邀请大家是参观的是宇通的新能源工厂。我们首先邀请大家乘坐我们的自动驾驶巴士小雨。非常好，我觉得这个车开得非常的顺。做古制造 ，amazing。智能很智慧的一个发明。出弯角度是达到0.3度。都是说明这些车的这个质量，包括技术，已经技术含量非常高。加的是氢气，排出来的是水，环保污染。Yutong NEV， Yutong 新能源，世界新选择。Yutong 新能源，世界新选择。中国制造，很棒。Yutong 新能源，世界新选择。Yes。